上个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历时2年0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迄今为止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本片讲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一年的冬天，在东部战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和美军第10军之间发生的一场大战，史称长津湖之战，记录在茫茫冰原上的非人类生存环境中亲历者的战争回忆。能听见吗？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最大的个问题是这个。最大的是这个。要不再给您加个助听器能行吗？再助听器，折助听器更不行了。这是。更听不见了。你这样学还可以。哦，还可以，这样说还可以。这样说，是那个您的耳朵跟那个战争有关系吗？有关系啊，打这个长津湖一发炮弹呢，没牺牲，但是把两个耳朵进聋了，这个耳朵出血了，就剩了这一个耳朵，跟折子助听器是一点听不见。所以在家里边啊，就我折下来就无形事件一样的，还有威胁呢，不错，牺牲了好多战友，是吧？你们现在就开始谈吗？1950年的冬天降临朝鲜，在北部云山的这个小山村里，这户人家多了一个拴牛的庄子，这是一个重达几10吨的战争机器。几个月前，他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当他纵行几乎整个朝鲜半岛，来到这个山村的时候，一场长达2年09个月的战争已经开始。每逢落潮时分，这些木桩就会露出水面。自从1950年他们被戳立在这里，70年来天天如此。位于辽宁省丹东市9连场镇马市村旁的这座木结构列柱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冬修建的。桥对岸是朝鲜的秋商岛，一条鸭绿江将中国与朝鲜隔离开来。在中国的历史中，很少能有一条边境江河承载了一个民族如此多的情感。70年前的江上桥，一头通向战争，一头通向和平。
江水中留下的是血与火的记忆，流淌的是生与死的情感。在这些桥上面走过的很多人再也没有归来。江河两岸回响的是他们永远年轻的歌声与誓言。1950年春夏，位于中国大陆江南地区的华东军区第9兵团官兵，每天也是泡在水中。他们正在为进攻台湾海峡对面的台湾岛进行水上练兵。自从大陆基本全境解放之后，撤退到台湾岛的国民党军队就成为解放军一个大规模作战的目标。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把战火烧到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尽管身在东南沿海，但军人的耳朵里依然能听到数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上隆隆的炮声，也深切地感受到美国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军人来说，对战争是很敏感的。当时朝鲜的形势发展很快，人民军打得很快，朝鲜的形势成了我们台里边几个同志经常的议论的话题了。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紧急举行第8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坚决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7月7日，美国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所谓的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作战，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动驻河南等地的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原在东北的第42军以及炮兵部队共2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即刻集结东北地区布防在中朝边境。9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第50军开赴东北，编入边防军序列。同时，中央军委决定第9兵团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作为2线部队，第19兵团第63军、第64军、第65军作为3线部队。9月15日，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美军在仁川港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9月16日凌晨，美军攻占仁川市。不是，我就看了作战部里面那个，看那个朝鲜地图上，呀，人家已经查到大邱。釜山了，这快全部要解放了。
后来拖延呢，你两条东路给砍住。9月30日，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中国人民绝不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美国公开史料上记载，当天传来了暴风雨般的消息。美国媒体认为，这几乎就是中国的参战声明，但是华盛顿和东京却依然置若罔闻。当时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传递信息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会面时曾经暗示，凭美国的军事能力，他们可以把中国打回半个世纪之前。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38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0月14日，麦克阿瑟远东司令部的每日情况综述认为，中共最近发出的一旦美国军队越过38线即入朝参战的威胁，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他们相信，如果中国人参加战争，美国的空出力量会把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炸成废墟，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考虑这一损失。此时美国当局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决心，对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依然不屑一顾。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9月29日，美国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给南朝鲜军第3师下达命令，指示该师立即越过38线向元山推进。从9月30日开始，南朝鲜军第3师、第1军团主力陆续越过38线，进入38线以北地区。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周年纪念日，晚上，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10月1日深夜，毛泽东接到中国驻朝鲜大使倪之亮转告，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同时，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出兵援助朝鲜的电报也发到了北京。10月1日，斯大林向北京发出了如下电报：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我考虑，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可以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5-6个师也好，应即刻向38线开进。10月3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义愚到达北京，将金日成和朴宪勇的联名求援信面呈毛泽东。信中在讲述了朝鲜局势已处于万分危险的紧急情况以后，提出：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帮助，即在敌人进攻38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让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正在西北工作的彭德怀接到北京。在接到苏联和朝鲜的出兵请求后，中国领导人与对方有密切的电报往来，档案部门保存着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力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然而，在1995年12月国际上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罗斯学者公布联邦总统档案馆中并没有这份电报，收藏的是另一份，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的电报。原来，由于10月2日中央书记处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同意出兵朝鲜的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不同意出兵朝鲜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北京突然间去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啊快到了中午了，到那时候这个彭老总呢他还赶得很突然，到了北京4点钟，那时候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啊，本来呢叫他住北京饭店呢，他说他先去住南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在上个世纪70年代写下的彭德怀自述中回忆了当时的经过。当日午后4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疑虑。根据彭德怀回忆，当时主张暂不出兵意见主要的顾虑是国内困难太多，一切准备不够。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当时发言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彭德怀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意见分歧很大，也明白了毛泽东请他来京的良苦用心。回到宾馆后，彭德怀思前虑后，彻夜未眠。10月5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认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
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会上逐渐形成了出兵援助朝鲜的共识，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彭德怀在会上的坚决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毛泽东在谈到出兵问题时用了一句话来形容，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至此，中央政治局会议于十月五日做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十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十月十五日。彭德怀自述，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这一年彭德怀五十二岁。从十月二日接到苏联驻华大使罗森转述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数人不同意出兵朝鲜意见后的斯大林，在三天时间里经历了很大的情绪变化。起初，斯大林在接到罗森转发的电报后，莫斯科时间十月五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进行了讨论。斯大林一方面给毛泽东回电，以苏联政府的名义继续劝说出兵；一方面批准将在朝苏方人员的撤退范围扩大，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十月六日，朝鲜党和政府做出决定，实施总退却，首都平壤的党政军机构紧急向北疏散。十月八日上午，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向金日成面交了毛泽东的电报，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负责。请你即派朴义愚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金日成得知中国派出志愿军援助朝鲜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下令朝鲜人民军坚守三八线地区现有阵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争取时间，同时希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越快越好。毛泽东后来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十月八日，毛泽东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也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周恩来、林彪秘密飞离北京，前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此时，中国巨大的战车已经开动起来，军队出发，已箭在弦上。先前的10月7日，美军已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0月9日，麦克阿瑟再次向朝鲜人民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人民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美军先头部队13万余人分批多路向中朝边境推进。西线第八集团军随即发动了北进的猛烈攻势。5天后，美第一骑兵师突破了防线，攻占了汉城平壤走廊的第一个重镇金川。在以后的几天里，美骑兵第一师和美步兵第24师则争先恐后扑向通往平壤的公路的中间城镇沙里院。他们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致超越和绕过了大批朝鲜人民军。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有如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美军一过三八线，我就知道不打不行了。10月10日，周恩来和林彪抵达苏联，向斯大林详细通报了中共中央对朝鲜局势的判断和出兵援助朝鲜的情况，以及所将面临的巨大困难，同时询问苏联方面在援助朝鲜问题上的计划，指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助朝鲜。斯大林表示，苏联虽然设想过帮助朝鲜，但苏联政府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现在不能再在朝鲜战场上出现，更不能与美国直接对抗，否则国际形势将更加复杂。斯大林同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和制造技术，但对于他曾许诺过的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时将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则表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2个月至2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了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没预料到的是，苏联2个月至2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将在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和支援的状态下与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作战。事关重大，毛泽东主席不能不反复斟酌。对于中国方面来讲，入朝作战能否有空军掩护和协同，则是在军事上决断出兵的关键因素。在10月9日，彭德怀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空军问题成为焦点。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事。
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以保出战获胜，庞德怀等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部署，于10月10日给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原拟先出动2个军、2个炮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毛泽东回电同意。10月11日，囤积于中朝边境的作战物资，经吉安口岸向朝鲜北部江界、云松铁路沿线地区紧急运送。彭德怀等抵安东，前往鸭绿江北岸查看渡江地点。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彭德怀突然接到聂荣臻电话，说情况发生变化，苏联方面表示空军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紧接着，毛泽东来电指示，出兵命令暂不实行，第13兵团各部原地训练，不要出动，要求彭德怀高岗紧急返京。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等人抵达北京。下午，毛泽东在颐念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苦心的。”最后才下了决心。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苏联答应出枪炮弹，但不出动飞机。毛主席这时就以此为由又问我，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了，我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中央政治局讨论一致认为，即使苏联2个月或2个半月不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当晚22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就在这份电报上，毛泽东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话。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紧急约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的电报内容，要他立即向斯大林报告。与此同时，毛泽东立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他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当时的想法就想的说是能够在这个德川呐、仁川一碑啊，就是那个冯辽部一碑啊，这个先构筑阵地啊，先采取这个防御的吧，不是设防，敌人不来我们不打啊，敌人来那么这个可以这个分路嘛，看哪一路好打我们就打，是不是？那么争取的时间能够把装备改换呢、这部队的临战前的训练呢，搞一搞。这是开始的这个部署嘛，就是这么个想法。按此部署，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发出给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的电报：我人民志愿军决于10月18日至迟19日开始渡江前进，粮食等项则应立即遣运，勿延为要。10月18日，
周恩来、林彪回到北京，鉴于与苏联方面协商的问题已经得到明确，中共中央决定志愿军向朝鲜境内出动计划不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境内出动后，苏联空军从1950年11月1日开始，在中朝边境鸭绿江地区上空与美国空军作战。从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苏联志愿空军秘密出动至朝鲜境内青川江以北地区上空，担负掩护铁路运输和掩护后方目标的作战任务，保持47个团的兵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就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抗美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入朝之际，美国来自各个方面关于中苏是否会出兵朝鲜的情报也源源不断汇聚白宫。面对众多相互矛盾的分析判断，总统杜鲁门也无所适从。10月15日，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威克岛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面了。之前两个人分别飞行了数千公里，才来到这个位于大洋中部、有太平洋的踏脚石之称的小岛上。自从周恩来10月3日发出警告以来，杜鲁门对中国可能出兵朝鲜深为担心，他决定应同麦克阿瑟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希望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是否中国真的要在朝鲜有所行动。但中央情报局依然判断，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打算全面干预朝鲜。尽管如果中国打败了美国，将是使中国名声大振的机会。在这座四处漏风的简易板房里，麦克阿瑟给了杜鲁门肯定的答案，中国绝对不会参战，即使他们真的参战，他也完全有能力把朝鲜战场变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场。他还告诉杜鲁门，北朝鲜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到11月23日将结束，美军只将预定的少数部队留在朝鲜，其他部队撤回日本和美国本土。这次会谈让杜鲁门非常满意，离开威克岛前，他特意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相叶勋章。令杜鲁门意想不到的是，当他还在返程的飞机上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头部队第42军第124师第370团已经在副师长肖剑飞的率领下，于10月16日率先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此时的朝鲜军情似火，10月13日清晨，在北朝鲜东海岸咸兴地区的海面发现美国数十艘包括战列舰、重型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特混舰队和水陆两栖部队。同时咸兴遭到来自联合国军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那里位于元山一线，更接近中国边境附近。很明显，美军的再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就在眼前，而此举毫无疑问地预示着将直捣鸭绿江。麦克阿瑟和战场上的美军高级将领认为，在朝鲜已经没有什么力量
再可以和他们较量一下了。据紧急附近的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在会上决断地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10月18日晚21时，第十三兵团司令兼政治委员邓华等收到毛泽东的电令。这份落款为毛泽东的特级绝密电报，实际上是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以其名义起草的。10月18日21时，毛泽东主席签发了这一命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开始从安东吉安一线秘密渡江，夜行昼止，隐蔽前进。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过鸭绿江，仅仅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他要对世界大事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做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做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10月19日拂晓，几辆小汽车驶出北京饭店，沿着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在此之前，彭德怀、高岗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了一夜的入朝作战的方案。当天上午9时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走进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彭德怀来不及坐下，就向众将领们宣布，从今天起我国就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当天下午，4架战斗机从沈阳机场腾空而起，护送彭德怀的专机抵达安东。那里各路待命部队上下正在传达着同一句命令，今夜过江。在长达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先后有25个军和大批特种兵部队，共290多万部队入朝作战，战场最高兵力达19个军134万人。由于保密的原因，志愿军指战员在奔赴战场时，大部分亲人都不知情，更没有为亲人送行。老家在江苏省铜山县的董超是幸运的，他拍了照片寄给家人作为告别。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写下了这样的话：当年父亲入朝参战，家人日夜不宁，我的奶奶每天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奶奶和全家照了这张照片寄给父亲。每一位走上战场的军人，他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我跟他都是，我是尽忠不能尽孝，我和我妈妈说啊，那儿子是尽忠不能尽孝，这是救人。我说按照我的理解，
军中就包裹了警校了。当初我出来的时候，你不是自求吗？是不是？你叫我出来军中吗？这不是就包裹了我警校了？啊，所以就是这样来爱我自己。林远森，1931年生，广西岑溪人。时任志愿军第40军政治部民运部干事。由于反复轻装，他身上已经没有任何能表现出是中国人的标记。一支38大盖步枪，背包，一个米袋子，一个干粮袋，加上两本文学书籍，是他即将出国的全部装备。1924年秋，出生在湖北省潘山中的余作德，是第四野战军第50军第446团1营82迫击炮兵连战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曾与战友开玩笑：“能到国外战场上过把瘾多好。”他回忆，那天走在雨中的鸭绿江大桥上，我暗暗地想：“战争无情啊。”或许我还能活着回来，或许就牺牲在朝鲜了。走到中朝两国国境分界线那个地方，我们都顿了顿，情不自禁回望身后生我们养我们的祖国的疆土。虽然大家都默默无语，但一股股热流直往上涌，冲击自己的鼻腔与眼眶。当时很多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歌曲在国内流行，走上国外战场的年轻人告别祖国，告别亲人，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音律在心中激荡。林元森回忆，前面长长的队伍消失在夜色中，这时我心里哼着共青团圆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集合起来，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心会照耀着我们。在部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即将离开祖国的庄严时刻，只有这首歌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境，当时的豪情和誓死保卫祖国的必胜信心。